大家早安，现在是上午9点，没有叫你啦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没有叫你，现在是上午的9点5分过一点，今天有比，小爱出现了。今天有比昨天早一点，这个灯昨天后来没有再闪。不过好像现在变成刚打开就会闪一下，不知道它还能撑多久。现在又不闪了，就再用个几天，一直闪，搞得好像鬼屋一样。哇，我怎么叠好的？熊怎么不见了？我是说，是大只的，哦，谁在那边？我来叠我的。你干嘛穿袜子，彤彤？你搞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游泳，不用穿袜子啊。哦，好痛。对不起。叫我怎么叠？你叫我怎么叠啊？谁在我的被子里面睡觉？叫我怎么叠啊？我一抽出来，你又会说好痛。快起来啊！快点起来啊！好了，来睡我的脚上。好累，我的屁股还在痛，我的屁股还在痛。你干嘛打我的被子？我的屁股还在痛。我看看哦。不要弄我的屁股。我昨天在游泳池滑倒，真的要很小心。在游泳池真的周围走路真的要很小心，不要想说自己一定不会怎么样，就是你有可能就是那个不小心发生意外的人。我就是我，就滑倒了，好痛。我去上牛奶弄早餐。袜子记得脱掉。穿拖鞋啊，游泳你都忘记了。拜拜。我帮你吗？先放在鞋子里啊，好。然后我去弄早餐。我们今天吃那个枫糖，特殊口味的枫糖红萝烧。今天吃这个，枫糖奶油铜锣烧，采用加拿大枫糖浆，口感滑顺，甜而不腻。8个79元，给你挡住，8个79元。我已经有，我老婆有先吃一个了，我跟他们还没吃过。我们没有把那个包装拆开，我是这样子的。这样从旁边去拿一个，我老婆有先带一个，这个比较小啊，这感觉好像比一般红豆糕小、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像比那红豆的小，因为它是特别的啊。放在手掌上，差不多一个掌心大小，一根一根。然后倒牛奶。这块没，还好我先买好了。哎呦，好重！一次拿2罐。你帮我拿盘子好了。盘子。你就好，一个就好，我不用了。不用你也吃下。大人不会掉。大人会。你得不要怕麻烦的。好了，那你就一起拿吧。正面都是鱼。然后你顺便端牛奶过去。
顺便端牛奶，你自己的。我都还没好，我都还没倒，我还没倒，我只倒一点。那一罐没有了，我不要再开一罐了。我要继续吃了，这可以吃了。你可以吃了，对啊。如果你打得开，打不开就是等我帮你开。放下好。再洗一个手帕给你。坐这里子还习惯吗？你开得了吗？哇，不错哦，自己开了。不要，这个不可以吃哦，吃了会死掉。这是干燥剂。干燥剂是什么？就是怕铜锣烧坏掉，用这个可以放比较久。这是本来一个月可以放成两个月哦。对，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爸爸早安，爸爸我爱你。你先吃了。好吃吗？它不能吃，它保久有什么用？可以让铜锣烧比较不容易坏掉啊，所以铜锣烧。可是这样就不能吃啊。那你包起来可是不能吃，就没有用了。不是啊，这个包装不能吃，干燥剂脱脱什么？脱氧剂，你觉得它会发霉，它会坏掉。跟它一起放在一起的东西，像铜锣烧，本来如果可能只能放两天三天，就可以放两个礼拜，知道吗？嗯，那它自己是不能吃的，但是帮助别人，帮助它跟它本来一起的同伴。这个是他跟他本来吃的。好吃吗？跟一般的红豆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还没吃到料。还没吃到料？让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枫糖奶油红豆沙，外观看起来跟一般的差不多，可是好像真的比较小。然后这是哆啦 A 梦的，哆啦 A 梦也在吃，在这边。跟哆啦 A 梦拿的一模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哆啦 A 梦，我找到奶油了。嗯，我也知道了。有蜂蜜的味道，除此之外，好像吃起来就跟一般的铜锣烧差不多，没有特别的不一样的感受。就是铜锣烧，还不错吃啊，嗯，其实红豆的也很好吃，而且感觉差异不大。啊，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今天我也要下水跟彤彤一起玩，好久没有穿泳裤。还是要冲一下、你看根本没用过，为什么要洗、你都没有碰到，完全没碰到。好，好好吧，嗯，枫糖铜锣烧，铜锣烧，喝一喝吧。大家拜拜，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今天的早餐枫糖铜锣烧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大家拜拜。